3點五睇 A 組第二轉，而家就已經停咗毛毛雨啦。後面五六七比較碰撞犀利少少啊！好，我影翻頭一二三四，咦？頭一二三頭先有下輕微嘅碰撞咧，見到大家都收曬油嘅嗰個都。嗱，已經開始翻咧尾車啦喎，頭一二三位。哎，阿樂撞一撞咗天棉仔個尾啊！好似接咗殼啊！頭先啊，天棉仔都而家變咗一二三個距離帶得非常之遠，各自帶個距離。而家頭一二車帶嚟各自爭一條直路仔啦，已經去到。而家我影緊呢架八邊六身嘅咧，係頭車嚟嘅。後面嗰架咧，白色、紅色依一架咧，阿樂依架咧就係二車。大家係見到兩個都各自同一二三都係帶得非常之遠嘅，但係三四位咧就相對比較近少少啦。我哋而家影緊呢一度呢啲。頭先有個小失誤，誒再甩一粒尾，可能有少少手緊啊，同埋快地個狀態未必咁穩定。好，我哋影住架頭車先。睇翻今次個距離，好似阿樂近咗少少喎，因為你見到頭先大家行到直路尾嘅時候個兩隻差距。咁啊，2分10，2分10。誒，頭車有個意外啊，而家變咗阿樂頭車。都是又是出席路位，今天很多出席路位的意外。暫時現在看到應該是阿樂的A88R 站的頭車，現在就應該去到兩分半鐘多一點的時間。現在附近又開始起風，希望就不要那麼快有毛毛雨。因為個今日地面狀態都增添咗唔少變數。暫時大家的距離都幾遠啦，頭先阿樂嘅車有少少喐一喐。拉絲20秒，可能仲有兩圈。
好，應該就 last lap 啦。係最後一圈啦，應該係。如果如無意外衝埋呢個圈就應該係贏翻一轉頭車啊！應該贏嘅。石中啊，夹硬踩啊！